之年入围金钟的吴康仁，虽然没有到现场和大家共襄盛举，但在荧幕另一端的他依旧相当关心得奖状况。他紧张什么？他在紧张什么？哦，那比我还紧张。看金钟直播得知夺奖，第一时间抿了抿嘴，似乎很感慨。慢慢看完颁奖过程，不时用手擦眼角，感动落泪。变了吧，我会念啦，我写很多字呢。尤其看到徐兆任导演带他致辞，隔空催导演快念。吴康仁伸手抹去眼里泪水，点点头，继续听导演帮他致辞，眼里慢慢感动。继续拍戏，继续工作。吴康仁深夜发文表示收工了，心里暖暖的，再次感谢所有一起完成有生之年的伙伴们，也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最后更不忘放闪女友邵雨薇，感谢你这几年对我的陪伴和包容，容忍我对角色的尝试和任性。胖胖瘦瘦很不健康，抱歉让你担心了，我会开始注意身体健康的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